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五红图》，表演者张德武、刘源。说话呀，给您换一场。你就会说这一句是吗？不，这就该说这句。上来每回都我都烦了。上来给您换一场，你换换词儿行吗？那说什么呀？跟各位观众介绍介绍自己，这有老观众，也有新来的观众，人也不认识咱俩，你介绍介绍啊。怎么介绍啊？介绍介绍你家庭情况，多大岁数了？你爸爸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儿子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介绍介绍。那我给他们介绍介绍，你爷爷是谁，我是谁，行吗？你这个貌似占便宜。您都占我俩走了吗？这不是，就这么一说。您别这么占便宜呀！你要不介绍，我可介绍了啊！您说，接下来为您表演的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张德武。哎，等，哎，您说这段，你先等吧，咱给我省略了呢，怎么就？你不让我介绍吗？介绍，您得把我名字说上啊！哦，介绍你名字啊！多新鲜，老在等。这位老师姓刘，哎。刘还得现想，刘什么来了？刘不许提醒我啊！那边那字儿不太认识啊啊！右边一个人民的民，流氓，幸会，那就拖吧，那叫姓什么会呀、啊？那叫你到底叫什么？你说不就完了？我不叫刘源吗？怎么说、啊？对，刘源，人如其名。您别比划单说行吗？您给我名字都糟践了。刘源，刘老师。哎，不敢当。相声演员。哎哎，这个唯一的欠缺啊，哪儿都好，唯一的欠缺啊，什么呀？文化水平稍微低一点。有多低呀、啊？稍微低点。这个小学肄业就来说相声。小学还有肄业的是吗？先说你怎么上的小学吧。啊啊，他，你看他这个形象没有？啊，他到五六岁的时候家里就养不起了，吃的太多啊、哦，吃的多，哎呀，吃太多啊啊，饺子，三盖帘，嚯，吃的太多养不起了。那时候还粮票呢，那时候。哎，他妈说怎么办呢？啊、怎么办呢？上学去吧。哎，合着拿学校当福利院这么使是吗？您这寄宿学校啊，都交一边多的钱。人家背来着你，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呗。我说怎么办？我们那个女生特别多呢，我们班里头、嗯、哦，都不能吃他们。哎，所以呢，哦、这个小学肄业以后呢，就来说相声。别小学肄业呀，不是小学肄业。谁小学肄业？上过九年义务教育，都上过。不过他这九年都是在小学完成的，哎、还是小学肄业、嗯。等上到这个第十年的时候啊。他那三年级班主任实在不干了，十年我才念三年级是吗？我太缺心眼了吧，这个把家长找来了，能不找家长吗？您的孩子刘源啊，在我们学校已经不老少年了，十年了，嗯，被学校评为最熟悉的面孔，我都熬死六个校长了。我们跟这个校长商量好、啊，新来的开一个小学肄业证书，啊啊啊，您带他直接找一班上说相声来。咱别胡说行吗？啊，咱别胡说行吗？怎么了？我上过大学，你？我大学毕业还跑的？哎，还跑的干嘛呀？谁上那个、啊？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中戏啊，中戏要你，这什么思想啊？人中戏就要我了，啊、甭说，交钱上的，切，谁现在上学都交钱。我是说，人家艺术系的一学期，比如说交一万啊，你得交两万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啊，我那一万让食堂收走了，吃的多呀。你反应够快的，哎，念过书，念过书啊，但是跟我比还稍微差那么一点。说了半天，我就为抬高您是吗？不，我跟你这个专业不一样，咱们专业不一样。您学的什么呀？我呀，啊，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？没看出来，我是一个科学家。哦，您是一个外国人，你才外国人呢！不是，哭去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这叫上口，知道吗？哦，您是唱戏的，我唱戏干嘛？不唱戏，你上什么口啊？你我就喜欢这个古汉语啊，上口我都喜欢。科学家，
这就是科学家啊、哦哎、您是科学家。对了，哎呀呀，糟践了，什么都研究啊。哦，是啊，什么叫糟践了？您这科学家什么都研究。您研究什么呀？主要就看什么不懂都爱研究，有时候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哦、还有这样的事？也没人给我解释得了。哦，您说说，您谈谈。您不懂的，您不懂那，您谈出来。我谈出来谁负责？那我负责呗。我谈出来你负责？我负责呀。哎，脆谈呐！你让我谈出来的，我让您聊出来，咱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嘛。哦，这不懂的事儿啊，就是哪能随地大小便呢？这玩意儿，我们这儿也罚款，你知道吗？讨厌，你都用这儿大小便？没有随地吐痰的，知道吗？我又要弹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就别弹了，您别弹了，您别弹了。我说说，一会儿人昨天碰见的一件事儿。昨天，哎，昨天、哦、您说，昨天啊，啊、嗯，我说文言，你能懂吗？简单的我还是可以懂啊，对对。注意听了啊，您说，嚯，还是唱戏的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这姿势，昨日哎，行至在大街之上。您就说走街上不就完了？大街之上，您不怕闪了舌头？哎呀，大街之上，哎呀呀，是是。偶见一物，其色黄，其味甘，其形状是大小不等，或蒸，或煮，或烤，均可食之。不知此乃何物也？此乃白薯也。高才？什么高才呀、啊、您连白薯都不认识了。这是出个小题考考你。您考个男的也行。考个男的啊？啊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干什么的吗？啊，研究什么？我是天文学家，出那个你懂吗？有天文学。这我还真不懂。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吧。这我不明白呀。你就说这阴天怎么回事。哎，这我知道。阴天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你说阴天就是老天爷的公式。你说什么？老天爷的公式。哎呀，这种语言从你这个80后嘴里说出来，我感觉很惊讶。阴天是老天爷的公式啊？你见过老天爷？西游记里有这个。老天爷在哪儿办公？天上。有公务员职称吗？啊，3581算哪等？什么张嘴就说老天？我是说让你从科学的角度懂吗？讲讲阴天怎么回事。不，这没个，我不懂天文学，我哪懂科学怎么解释？完了吗？不懂。甭说我不懂，您、啊、可是后台找不出懂的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要不懂，他们都不明白。你不懂就代表人家不明白啊？对呀、啊。起码这后台我就懂。啊，您知道这阴天怎么回事？那当然了。那你说说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说吧。你看得，你说说吧。你这是向我请教问题的态度吗？怎么你甭说向我请教问题了，你在街上跟人打听道不还得给人做个揖呢吗？嗯，劳驾，请问屠宰场怎么走？我上那儿干嘛去啊？就义。哎，你这算打击报复是不是？这你说怎么着、啊、你向我请教问题没关系，人讲礼为先，树讲枝叶为源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误人者人恒误之。你给我鞠个躬能闪个腰吗？啊，这您说鞠个躬就哪那么一大套？鞠躬啊！他阴天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呢？鞠躬的吗？这叫鞠躬啊？怎么着呀？你这叫扬灯点头啊！鞠躬首先得虔诚哦，站直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目不斜视啊，鞠90度大躬。先生，我给您鞠躬了，下回注意，给我鞠。我也得这么鞠，哎，给我鞠躬，哦，哎，张先生一路走好。我记得你这是2个星期前我师傅那词儿，用你身上也合适吗？没听说过。你不让我这么鞠躬吗？不是鞠躬，你乐着点，你一脸些什么呀？还得乐着点。对呀、啊、你乐着点。你这干嘛冒傻气呢？你 这不乐着点吗？微笑。怎么个微笑啊？微笑就是似笑似不笑，不笑又想笑，想笑呢还没笑出来，这个笑纹在肉皮里横着来了。
不行了，一会儿我半身不遂了，这个不行不行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肌肉痉挛，这受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来，认真鞠躬。啊，对对，您告诉我这阴天怎么回事？哎，鞠躬了啊，鞠躬了。我给你讲一讲啊。好好好，相声四门基本功，说学逗唱。也用不着我唱呢。哎，对对，不不不不歌词，你有师傅，我也有师傅，这不用不用不用唱。那你请教什么？阴天怎么回事？还记这茬呢？还记着呢。那好啊，我给你讲讲阴天怎么回事。你给我讲讲。出我的嘴啊，入你的耳，太好了，认真听，哎，这都是知识哦。将来你到了外边啊，开个什么大会小会，什么叫座谈会、茶话会、恳亲会、同学会，大家聊起来了，高的桌子、矮的板凳，啊，憨的锅炉、细的烟筒，无论是说的、讲的、谈的、论的，有人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提出来了，这个阴天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别人都答不上来哦。你把我这套理论，汤汤汤这么一讲，大家不禁心生敬畏，暗挑大指。罢了，都说说相声的没学问，刘源就是大学问家。你不就问这阴天怎么回事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没太阳。哎，好。好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好，哎呀，哎，我再扫兴扫兴啊，这个晴天就是有太阳，学问见长，哎，我就长这学问呢，我呀，啊，你什么学问？您这不如老天爷的公式呢吗？这不，废话，你问我什么问题？阴天怎么？我刚才说了，我是一个天文学家，这不你正管吗？你问的是气象学的问题，我解释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主要解释天体运动。不是您说说您都研究什么？我说一个您研究的事儿，您别 说我研究成果，啊，对对对，我研究成果啊啊！您说，人同天地，听说过吗？没听过。天乃一大周天，哦哦，人体呢乃一小周天，哦，人体跟天是对应的，人身上有什么，天上有什么？换句话说，天上有什么，人身上准能找出什么来，这就是我的研究成果。我这听着耳朵都新鲜哦，这个天上有什么，人身上就能找上来，没错。那我问问你 啊，你比如说啊，嗯，这个天上有无数的繁星，啊，嗯，数都数不清，人身上有吗？人身上有啊，有什么呀？人身上有无数的汗毛，数也数不清。哎，甭说全身的汗毛了啊，你就你，啊，你这两撇胡子数得清吗？哎，对，数不清，数不清。哎，我告诉您，这是眉毛。您光研究天文学了，我看错了。哎，您照着镜子。我说怎么能那么大下巴呢？哎。您拿我当叫驴了是吧？看错了，您佩服眼镜去好不好啊？哎，你比方说啊，天上有四时，春夏秋冬，人有吗？人有四肢，双臂双腿，四肢对应你那四时。天上有五方，东西南北中，人有吗？人有五脏，心肝脾肺肾，这都挨着吗？哎，对了，天上有一道天河，人有吗？嗯，天河有人有什么呀？人有一挂大肠。哎，我这是天河，我就相当于天河。您这挨得上吗？您这都你别较真儿。说天上有阴天，阴天是怎么回事？阴天就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人有双狮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瞎子呀！哎哎，说这个天有半阴天，啊，一会儿看得见，一会儿看不见。人有巧蒙眼。白天瞧得见，晚上瞧不见。天有下小雨，人有吗？人有迎风流泪，全能长。哎，说天有火烧云啊，红的，人有吗？有。人有什么呀？人有烂眼边，这红的，哎，都配色来了。嗯，哎，说有这么一天呢，啊，是半阴天，下小雨，外带火烧云，人有吗？说有这么一个人呢，啊，巧蒙眼，哎，迎风流泪，外加烂眼边，哎呀，这眼药他干嘛使啊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太受罪了，这就为恶心你，哎。您什么研究成果呀？这都是，哎，啊，这都能找上来。哎，这个啊，说是笑话，其实不是。哦，这是咱们中国道家思想，道家天人合一。哦，提出这种思想的还不是外人？谁呀？老子。哎。老子说得好啊，我看你像孙子。你说那是军事家？这别提是什么军事家啊。老子，老子，哎，老子十三篇啊，对，道德经。老子讲宇宙万物皆源于一个道字。那什么叫道呢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哎，这不废话，您解释解释。道生一，啊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皆分阴阳。阴阳，哎，你比如说，你理解天地何者为阴，何者为阳？
天为阳，地为阴呢？这就错了。怎么呢？天为阴。怎么天为阴呢？你看咱们刚才说那下小雨啊，你说叫什么天？阴天啊。它怎么不叫阳天？哎，没怎么说的呀。天为阴，地为阳。哦哦，地怎么为阳呢？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啊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咱们说什么气上来了？阳气。怎么不说阴气上来了？哎，那不闹鬼了吗？那不是。哎，天地分阴阳。哦，阴阳又生五行。哪五行？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。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啊？离不开，找什么都能找出来吗？那当然了。哎，您看啊，您比方说，我扶这桌子，这场面桌，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这很好说。您说，桌子凡是受光的面就为阳，桌面为阳。哦，底下不受光为阴，阴阳很好找。哦，见得着光的为阳，见不着光的为阴。对了，那金在哪儿了呢？金，这是曹云金的桌子。哎，这没听说过啊。曹云金的桌子干嘛呀？从桌子也有金的。那哪儿呢？当然有金了啊。你桌子原来是木头。木头啊。木头是谁给做成这样的？木匠啊。木匠拿什么做的？奔凿斧锯啊。奔凿斧锯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一个金字边，这么一个是有金了。金字边，这金字边就算呢？对，金属嘛。哦，是木呢？啊，对，是桌子原来是木头的。不废话。水，水。嗯，这木头原来是什么呀？树啊。树长大你不得浇水吗？啊，浇水也算呢。哎，水生木。火，火，待会儿演完了劈了烧火。哎，这别去啊，公家的，公家的。不，别劈了烧火。火，上古时期啊，有一个燧人氏啊，教我们人类钻木取火。哦，这钻木取火。哎，我们人类的火种哪儿来的？木头里钻出来的，木生火。哎呦，您这历史知识还真不错。那是，要不这火都找不上来。哎，土啊，土甭问了，树是长土里的。嗯，对对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哦，是万事万物皆。嗯，吃的也有吗？都有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。哎，你说这苹果啊，哪儿为阴，哪儿为阳？苹果太好说了，我刚刚受光的为阴嘛。这苹果一面青一面红，啊，红的那面就为阳，哦，这个青的那面就为阴，红的那面为阳，青的那面就为阴。哎，现在有一种苹果叫红富士，还有一种美国进口叫蛇骨红，都是红的啊。哪为阴哪为阳啊？都是红的，都是红的，都是红的就都为阳，没有阴了。当然有阴了。阴在哪儿呢？当然有阴了。阴在哪儿啊？你听我给你找啊。你找啊。都是红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红的。你康康咬一口，里边什么呢？白的呀。为阴。哎，外头没有，跑里头找去了。哎，哦，是。那金在哪儿呢？金苹果长哪儿啊？苹果树上啊。熟了以后得弄下来吧。那弄下来。拿什么弄下来？拿剪子剪呢。剪子什么呢？铁的。铁字怎么写？你自己就去了。哦，是哦，这有金了。嗯。啊，苹果树是木头的，木也有了。水，嗯，水，苹果树长大了啊，你得浇水吧？没有，那是树。我问你，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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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吃不吃苹果？吃苹果呀。你康康一咬，出水啊？哎，流水。哎，水果能没水吗？怎么都是我给他说呢？你这个玩意儿，水果嘛，火，苹果有好多做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做拔丝苹果。哎，对，不用，我没有，不用，就生着吃。要不你晒干了，你转苹果去，你吃那么多生苹果干嘛？败火呀！哎，又火了，败火。土甭问了，土甭问，苹果树长土里，你肯定是。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啊！今天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。哎，不行，别谈到这儿，不行，谈到这儿不行。你说那个，咱北京山里红，山楂，红果，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？红果嘛。啊。水果不都一样吗？啊，红果不都是红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里边不都白的吗？啊，这外边就为阳，啊，里边就为阴，这跟蛇果是一样的。哦，跟蛇果一样。哦，哎，对。金在哪儿呢？这不一样吗？啊，你山里红长在哪儿啊？长树上啊。长在树上。对对对，熟了你得给弄下来，得弄下来呀。你拿什么给它弄下来呀？我拿竹竿给它绑下来呀。哎，好主意。啊，他拿这个铜竿啊。就没有竹竿，他拿这个铁竹竿，哪有铁竹竿？
就是竹竿，竹竿棒，就是竹竿，竹竿棒也不都帮烂了。我愿意吃那烂的，你管不着。哎，啊、进来帮了一地，帮了一地。哎，你拿一铁盆呢？哎，这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塑料盆，那多便宜，塑料盆。你得卖去、啊，得卖去，卖去呢。啊，你得有一铁盘秤，你得腰。哎、不用、嗯，不用，太麻烦，我论堆搓。论堆搓哪有谱去、啊？那就没事儿，赔了我乐意，你管不着。哎，哎我教你一办法，可以升值啊！啊，你做成糖葫芦，好的呢也能做糖葫芦。做糖葫芦、哎、应该的。哎，你做糖葫芦，你首先你得去核，得去核啊！哎，得去核啊！你得把它拉开吧？那得拉开。你拿什么把它拉开？拿馅勒呀！啊。馅儿勒，筋在哪儿？然后你把那糊，你得能崴出来，啊、拿什么崴出来呀、啊？拿手指头抠，脏不脏啊？反正卖给别人也不是我吃，没事没事，不管那个，这黑心商人。你管得着吧？筋在哪儿呢？我知道，我说我找啊啊！你得穿串，得穿串啊！穿串，你拿什么穿去？拿竹签啊？拿竹签穿？拿竹签穿的。竹签穿，竹签里有尖儿，得有尖儿啊！你尖儿是拿什么削的？玻璃碴咔哧的，玻璃碴能咔哧吗？咔哧不尖，在地下蹭，没事儿。哎，没有那个字儿，你放心吧，说不出来。你得蘸糖，得蘸糖啊！你蘸糖，你得熬糖，得熬啊！你拿什么锅熬糖？我拿砂勺熬糖。你怎么不用锅呢？哪个锅都有金字边，甭来这套啊！没有砂勺。你熬糖金在哪儿呢？你熬完你得卖去，得卖呀、啊！哎，你卖多少钱？一块片儿，连钱都不说了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哎，金子边，你那一块片儿啊，是哪儿发行的？中国人民、啊、财政部，财政部印票子，财政部底下厂子印票子。厂子印票子？哎，对，拿什么印票子？拿机器印呢？你那机器是什么呢？塑料的。你们家印钞机都塑料的？我们家印钞机就塑料的。什么塑料的？印钞机塑料的。钞字怎么写？一个金有、啊、